喜欢呼朋引伴一块儿看，才有坐在场边的 feel， 才过瘾。那么有人的同伴非常特别，比方说跟这只猫一块儿看，可别以为索然无味。坚称说他家这只猫咪看世足非常投入。这位小姐发现，在世足赛第一场比赛的时候，这猫会立刻跳上电视机前面，双眼是紧盯，看到了球，猫就要伸爪子，希望把球从电视机里面抓出来。我们一块儿来瞧瞧。世足赛第一场比赛，这只猫咪也跟着主人一起守在电视机前面关心赛况。接下来主人发现它看得很激动，还伸出爪子想抓住球，似乎在说我也要踢足球，把球给我吧。看到球没有踢进，觉得好可惜哦，但没关系，我帮你加油，安慰球员的模样十分可爱。他就看到画面上的那个可能是足球在跑，然后觉得很好玩，然后就可能觉得很有趣吧，他就跟着那个球一直这样子在想要去摸那个东西。这只会看世足赛的猫咪叫做加菲猫，今年4岁。画面中它两只眼睛紧紧盯着电视看，非常投入，就连球被踢出去，它的视线也跟着球一块移动，认真的样子就连主人靠过来它都无动于衷。它眼神是非常专心的，一开始我以为它只是觉得好奇东西在移动吧，然后发现他看得很专心。陈小姐说她是第一次看到加菲猫追着电视机里面的球跑，好像要把球抓出来玩。影片PO上网不到一个礼拜，就有22万人点阅，对这只会看世足赛的猫感到好奇又有趣。 TVBS 新闻中部综合报道。